近日，我国长征四号乙火箭成功实施了一箭三星的发射。除此之外，这项发射的背后还有什么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吗？这次我国在回收火箭技术上所取得新突破，是值得每个网友骄傲自豪的一件大事。因为世界上除了美国，就连俄罗斯这样的老牌航天大国都未能突破运载火箭回收技术，而我国积蓄力量奋起直追，打破美国人的垄断，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和突破。